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款麦克风，然后这个是开关，它会有那个嘚嘚嘚的声音，就表示开机了。然后这个是回音的，然后这个是音量大小，喂喂喂，这样听到吗？然后这是回音的。然后它的后面呢，这个是充电的，然后这个可以接耳机，或者是接音响，想要更大声的话可以接，然后再连蓝牙的那个手机。然后里面有这两个，都是插后面的，这个是充电的，这应该然后再来是连蓝牙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K068。连接，接下来你可以开进那种你要唱歌的程式，或者是YouTube 也可以拿来当那个喇叭。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这种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心眼了，数着一圈圈年轮，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，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，修改一次次离分，我承认惩罚下。